组和老爸大卫贝克汉一起到日本东京旅游。白社自新浪娱乐微博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，英国足球金童大卫贝克汉 DAVIDBECKHAM 本月2日花度43岁生日，一家人选在某知名餐厅庆祝，他的大儿子布鲁克林从意外现身，当场让寿星泪崩，两人甚至还跑到日本旅行，让人见识到这对父子深厚感情。照片拍得不怎模样，但这对父子日本同游开心极了。白社自新浪娱乐微博新浪娱乐报道，贝克汉和布鲁克林前往东京旅游，两人所到之处亲和力十足，有游客认出开心曝光这对父子笑脸迎人合照。在日本期间，贝克汉父子大多戴住黑色墨镜，一身酷帅装扮逛街扫货。贝克汉父子日本旅游做了很称职的国民外交。白社自新浪娱乐微博网友直击，布鲁克林年轻帅气，颜值完全不输老爸贝克汉，但身材就稍微逊色了。此次出游，二人还与有寿司之神称呼的小野二郎合影，做了一次很成功的国民外交。贝克汉亲民作风获得日本民众一致赞赏。